外在购买站，不在外地。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our boarding priority announcement for flight BR56 bound for Chicago. When the way to Benji Jishu, Luyi Luke, Jiang Yosin Benji, Tita Luke, Tiki Jiao Benji Jinsha, Chu Yu Bin Ha Benji.请手持登机证进入机舱，谢谢您的合作。To make the boarding process more convenient, when the passenger will board by zone number, passport is not required while boarding. Please present your boarding pass to the cabin crew when entering the cabin.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老姐的打来说，他说，他们怎么可以用这样？是他妈的，给你们就是说可以用啊，还打来问，然后，还有还上他的频道，对啊，他频道很热烈，点击数很高嘞，听说大概有。十几二十万，因为我那个角度本来是最不好，就没有想到变成最好。那我就觉得说，那就给大家吧，不要，就是像是这样子啊。大家准备好，一起来抢答。请问闺蜜机有哪三位 3DO 明星？ OK, so please tell us what are the three main stars of our best TGent? 准备好了吗？ 3, 2, 1，请我们雷总经理帮我们选出一位幸运儿。再来一次。好， one more time,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准备好了吗？ 3, 2, 1，中间那一位浅蓝色衣服的小姐，对对对，请告诉我们三位明星。Hello Kitty, Hello Kitty, yes. Kurumi, yes, and one more. Melody, Melody, congratulations, please come forward.非常恭喜，这里呢要请李总经理帮我们送出 Hello Kitty 的乐游托特包。哇，我们的乐游托特包即将要飞往芝加哥，非常非常的实用。好，我们大家 please look at the cameras in front of you， 我们看向正前方的镜头。好的 ，Congratulations，Thank you so much。这里呢也非常谢谢我们李总经理。来，我们请李总经理可以先行回座。接下来马上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题，大家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哦。最后一题，我们邀请长龙航空孙嘉明总经理来为我们揭晓，欢迎孙总。最后一题实在是。讲了要怎么问，不知道答案的话就直接就退关了。请问大家今天要搭乘的彩绘机的航班是哪一家航空公司？ So, the airline, which airline are you flying with today? Are you ready? 3, 2, 1. 我们孙总已经选了， Congratulations.No, I have to ask another question. Okay. Next time when you are travel, which airline are you going to use? Chang Rong Hong Ko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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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这是我们波音777闺蜜机的飞机模型。好，在这里呢，我们两位小朋友，我们要一起来进行合影。That will be the prize that you win.
好，我们大家稍微靠近一点点。And now we are going to take a photo together with Melody, Hello Kitty and Kurumi. Get ready, please look at cameras in front of you. 看向前方的镜头。好的，我们谢谢这两位小小乘客 ，Thank you too so much。这里呢，我们请我们的孙总经理还有三位明星哦，我们先台前留步。接下来呢，马上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见证我们今天的重头戏。这里让我再次邀请桃园机场公司杨卫普董事长，还有三丽鸥公司李明勋总经理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同时呢，更要邀请现场所有的贵宾还有媒体朋友们一起来见证，在2024年8月28号，长荣航空 Hello Kitty 闺蜜机台北芝加哥酷萌登场的首航仪式。这里呢，我们已经有我们的六位贵宾，我们先看向前方的镜头，先让现场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画面。 Please look at cameras in front of you。来，我们先看看正中间。好，现在呢，我要邀请大家往前一步。待会呢，要邀请现场的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倒数3、2、1。数到一的时候，请大家将你的手放上我们仪式台上方的启动按钮，我们要一起来揭晓全新的彩绘机。准备好了吗？3、2、1，请启动。稍微的靠近一点点，确保大家都在。好，这里呢，我们非常谢谢我们长荣航空的主管们，请大家可以先行回座。紧接着呢，我要邀请的是机场媒体，请来到台前进行合影。欢迎我们的机场媒体，欢迎大家赶快把握今天难得的机会哦，可以跟我们三位三丽鸥家族的明星成员来进行合照。欢迎我们的机场媒体。好，这里呢，我们就拍照位置，我们准备好，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线跟笑容对向正前方的镜头。你又不会玩。来，好，来，我们比个爱心，可爱的爱心。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机场媒体。最后呢，要邀请今天莅临现场的财经媒体们来加入我们的合影画面。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共享升职于我们长龙航空 Hello Kitty 闺蜜机，非常的高我们能够在今天一眼看到我们三位明星的风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自己的脸庞不要被挡住，我们准备好我们的视线跟我们的笑容，来我们看向正中间的镜头，好，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都捕捉到画面了，掌声谢谢我们台前所有的长官跟贵宾，长龙向前吗？不要了，不要了，我跟着你啊。哦，现在已经还可以吧。那个拖车它喷水它就淋湿啦，啊，对，这样穿雨衣。我以前也是搞不懂为什么他们要穿雨衣，后来才知道说要喷水。
看那个女生龅牙好丑。要天色一暗，然后要熄了，还 OK 啦。要不然那色彩出不来。
哦，今